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Heart of a Mother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Croatian,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Formosa 是一个小岛，但遍布大自然的神奇美景，自北到南，北部地区有古城、原住民村、绵密的山脉、美丽的水墙，甲雕刻精油的庙宇。中部地区有一系列的美景，闪耀的海洋、湍急的河流、甲翠绿的松林。南部是本土出名的文化中心，到今嘛依然保有真多早期移民初到此地时的传统。2017年年初，青海牧上师回应了咱世界会会员心底的渴望，在201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庆祝活动。佮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佮贵宾，伫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旧历新年。这吉祥日子的当日，也是全球优秀领导奖的颁奖典礼。青海牧上师颁奖予菲律宾前总统罗穆斯，佮是和平奖。基金会会长曼纽尔·莫拉托先生。甲参议员何和森阿尔瓦雷兹表彰因在菲律宾对游乐难民所做的慈善义举。今嘛邀请您聆听1989年3月7日青海牧上师在福尔摩沙西游的开始，主题是母亲的心。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Everyone, 他说要发表坐船的经过。一路都看到师父在前面替我们导航，那回来的时候啊，我是看到师父不是在前面导航啊，师父坐在那个好像木筏或独木舟那边帮我们护航。我们去的时候啊，那一天本来是不能开船的，因为那个风浪啊，瞬间风浪超过18级哦。那个大家如果有经验坐营销飞车的话，都会知道那个摆荡的滋味哦。而且啊，本来是只能坐195个人，我们坐了快300人，不但是那气候不好又超载，结果我们还是安抵彼岸，因为这是师佛的功劳。回来的时候啊，又发生很多问题啊，临时又有其他的队伍要插进来啊。那又会超载，那时候风浪也很大。师父告诉我们一句话：不要怕。谢谢师父。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风浪变得非常的安稳，比去的时候大概小了一倍。然后
大家就很愉快的，当我们要抵达那个岸口的时候，那个金师兄就开始叫我们唱这首歌。临时弄的，临时弄的。然后那个顺便报告一下，在澎湖师父讲经那一天哦，我那个照相机又坏掉了，可是我目睹到师父哦，还有师父背后的那个法相啊，全部发蓝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蓝光代表爱力。一起去澎湖的同学会感到师父那两场演讲充满了爱力哦，非常的精彩。哎呀，你也会唱歌啊？哎呀，那么老了也会唱歌。我们的无两光的同学都是天才的。都有了，这个两三个那个刚刚带动那个代表上来领东西，嗯嗯。他们就是刚从那个实地回来的，快往生的那种人，我都担心的要命啊，才给他们东西。看到他们高兴嘛，回到彼岸了，你们是已经在这里了。我不晓得你们有小孩去海里面会不会那么担心呢、啊？哦，我今天知道担心是什么。还好没有孩子，这些比孩子更厉害呢。谢谢你，这个很好玩，大家都很喜欢。好，他们代表你们哈。哎呀，今天师傅哭好几趟，现在都干哭了。是这样子了，澎湖那里他们有赞叹你们那个来宾啊，我们全省同修就来那里占领澎湖两天嘛，然后走的时候都有洗干净啊，把那个旅馆啊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呢，要洗很干净，那种整齐，棉被都折起来，厕所都擦干净，然后垃圾都放在一个地方，自己带走的。所以这个旅馆的管理啊，他们开会嘛，他们跟他们的部下了告诉了，他说他在这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碰到一个那么好的团体。刚刚他们看你们来热热闹闹拥护师傅，他们也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法师呢？受到那么多疼爱的徒弟的疼爱啊，以后他们认为哎这样就对了啦，因为师傅交代学生很好，就也不是师傅好，是你们好的。哦，这个好漂亮呢，谁叫的？好甜呢，有可能那天我们吃甘蔗就变成那样。是啊，这里是好像甘蔗园。哎，这个太棒了，太漂亮了，好甜好甜的，每一个都好漂亮啊！你看，真的好美。那个人会叫嘞，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会叫的话，好人会变得很坏。哎呀，太漂亮了！好，有没有看？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哎呀，太甜了，通通洗起来啊！那天我们去吃干车嘛，太漂亮了！哎呀，好棒，看起来好舒服。嗯，你们很有眼光啊！会选好的意思啊，哎，应该相信自己啊。我们自己心里好的话，我们师父一定好，是这样子。是这样是不是啊？对。哎，所以今天师父也受到一些安慰了哈。
看看澎湖的人啊，他们去飞机嘛，上飞机嘛，买机票的时候，好像又有人说什么？他怎么知道？就是。你们是看到小小的，怎么你们都在这么喜欢我？我们是人伟大啊！我觉得那个人伟大。有可能看你们太伟大了，所以认为师父一定伟大。哎，徒弟已经那么伟大，当然师父伟大。偷你们的福，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修行不好，师父多好也没用啊！看你们那么烂，那谁相信师父？假如说这样子，假如说你们都很硬头，不好教，教东弄西，教这个弄那个，那当然道德也没有，规律也没有，纪律也没有，规矩也没有，修行也没有什么好的气氛，那谁相信师父啊？师父是佛祖下来也没有用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所以谢谢大家。世界没什么完美呢，啊，你们也这样子忍受。忍受不是忍受哈。这首歌你们练习什么时候练习的？啊，这是你们的，你们讲好，师傅就到了。就是他们台北刚刚师傅来，他们也全部唱的啦。刚刚练习的，怎么那么快呢？啊？哦，这样子，这样子，好好。这样的从来也没听过。好啊，你们喜欢可以啊。眼泪是伤心的眼泪，师父，我们一定精进，一定努力，永远追随师父，追求真理。师父，从今天以后，弟子们不再让师父您留下任何一滴伤心的眼泪。我爸爱你。
下来的一首献给最敬爱的师父，上青下海天母心。师父的心就是母亲的心，也就是天母的心，弟子的心要像青海亲又亲。今天师父没有讲啊，因为余缘呐、不够了，我们讲秘诀回家好了。我爱你们呐、欢迎您做会观赏今日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请继续观赏无上师电视台的健康生活节目。九点新闻后马上为你播出。再会，上帝保佑。It is a joy to have you with us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For healthy living,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Farewell for now, and God bles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